坐，给你拿点食物来。你一直不是在问我那个体检报告的事儿，但是那个体检报告说实话我没拿到，真的。但今天中午我打电话问了活道来，意思是反正就是说光医生写的建议或者是医生写的诊断证明都三篇咯，说实话。他不管是个啥子结果，首先我们要以正常心态去，用平常心态去面对他。说实话哈，就是说，这个都是个人的意识造成的事情，说的，是吧？保额的话，就是好像是一年的话是以2000万的总保额，但是我们城口的老腊肉，它在国标的范围之内就没出过任何事情，所以说那又是风险比较低的，然后保额又是以国家标准那个条件来保的，所以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他去接人去了。这边，可以。爸爸，你可以帮我把这个写上名吗？啊？你可以帮我把这个写上名吗？写上名呢？啊，哪是这么写的？可以。好，走了。喂。喂，你好，我是那个。哈哈，不好，就是那个，我头几天给你打电话说的那个事，不是还有去年我们发的货还有几万块的尾款的嘛？然后你说的你要给我转了，你晓得的，今天我们钱都紧张，转的时候转了噻，赶紧给我整了，你还一年多了，不是开玩笑的哦，啊，哎呀，真棒，走了，哈哈，哎呀，还要哭一下呀，走了，回家了，好，哎呀。爸爸不说了吗？我马上就下来。呀，上去洗呗。要冷水啊？要，我要冷水。确定啊？我也不会。你也不会啊？来，过来，我看一下。打什么卡？我看一下。妈妈，这是啥？风，你瞧。雪落三秋。你今天是第一名打卡。待会你把手机打开。我想找我的。哦，真棒，厉害。我都有点想随便开一会儿。看吧，随便开一会儿。等一下我接。来，兄弟们，欢迎。我们回来也是我们几个聊了一下，然后刚好我觉得我们双方之间的那种合作的机会还是非常大。对的，我就是说，因为最好的是那种一条产业链都有，好，是的，这种的话我们可以从中间截取一段出来，搞一个，兄弟好，今天没整，给我有点遗憾。没办法，我干了，你随意。那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活动啊，他们都比较很感兴趣。比如说他要推广给住户的话，推广给那些家庭的话，都愿意接受。兄弟们好，谢谢你们的宽大哈。感谢。那是城口，欢迎你们了。哎，胡涛。哎。哎呀，我终于把你吃完了，老板。啊。哎呀，辛苦你了。感谢。你那个报告你拿了没有？啊。你坐，你坐，我。
不能查了。今天我跟你说实话吧，今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一个米线馆，嗯，吃米线的饿了，但是我那个一通电话打了以后，那个米线馆老板他把米线给补回来了，嗯，他米线好了，说那个真的，我中午饿的，下午我馋了也不饿了。哎，谢谢。中午我忙活的嘛，中午也没，中午连饭都没给我整下去，真的，我不骗你。哎，坐坐。他主要是他那个三片纸啊，都是哪些？那些都数不来了。有没有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也确认的哈，没得啥子哈。首先你们不要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哈。所以说我现在已经感受到那个，就说是吧，不是说是我要去戒酒或者是去故意去戒酒，而是确实身体不允许了。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现在我担那个肩上的这个担子很重啊。咱撇开啥事也不说哈，咱人总是，就是说到了关键时候他就没得那么伟大了。父母那块儿，咱就说本来说条件可能慢慢越来越好，以后就说孝敬孝敬他，可能不给那个机会了。你说那个东西是，实话实说哈，虽然说。这个我没看到报告，但是你不必要看到。对的，我看到了，我可能说有时候我的压力有点大，我晓得你也在问我做什么考虑。这个确实。这是我专门过来哈，就是我说的，第一，身体没得想象的那个严重啊，就不要担心啊，不要过分的担心。但是无论如何，肯定是已经是一个强烈的警报已经拿响了。我想问你一句话，就是哈，他是一个，就是哈，一年能挣几百万上千万的啊，黄大老板，然后一个是一头是个穷光蛋，不喝酒的有可能变成一个穷光蛋，你知道吗？啊，就说的。不喝酒，但是他是一个健康的，你愿意选择哪一个？土老大。反正是不管他在外边怎么样哈，嗯，他是在家里，他就是我老公，嗯，孩子的爸爸，嗯。那肯定是就是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呀。你就说是毫不犹豫的选择哈。健康的没有了，那要那么多东西。走了。哎，来，明哥，走。哎，老子没回去了。回了吗？走了。我知道。